一次看见是2001的年底，12月的年底，在看吉，我的吉他做的，看吉的工作坊，在那边我们看见，那个是第一的。我跟他从2002年到2005年，这个四年一起合作。可是很可惜的话，这个四年，平安龙先生没有发表他的新专辑。所以年轻的时候，还现在，我想做，我跟他，想做他的专辑。所以一见到他的专辑。是跟平安龙先生跟美国的吉他手 Bob Rotzman 的专辑两张，然后他的第一的 solo 的专辑是Soul Flower Union 日本的乐团produce 的东西，然后2002年平安龙先生跟日本的吉他手吉庄中英中A 吉川先生，他们合作的instrumental 没有唱歌的专辑，这个是个大概一件的专辑。然后最近几年前，他发表，他的家里有录音室，他的录音室在他的录音室。几乎所有的乐器他弹的全部民谣的专辑，所以几张专辑已经发表。可是我觉得因为我跟他四年几乎每天看见一起合作，所以另外这个五张我觉得我跟他可以做从我的看点的看法的很好的平安龙先生的专辑这样子。这个专辑的内容是好像平安龙先生的人生的感觉，音乐专辑的曲子有民谣，松山的民谣，很久以前的民谣，然后平安龙先生的作曲的写歌词的他的作品，然后我也作曲的东西也有啊，我作曲平安龙先生写歌词的东西，因为他的话另外松山的三线松山的民谣他也是很好的吉他手，然后他年轻的时候到1972年宋神是那个美国的世代，所以他知道他有蓝调的 feeling， 然后爵士的感觉也有啊，所以这个新专辑我的一个目标是，当然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法而已，可是因为我的周围日本台湾很多很多很好的乐手，所以跟他们一起合作，我想表现平安龙先生的音乐的人生，从有也有从神单调，然后日本的感觉，然后台湾的感觉也这样子。因为这次我们选择台北的录音室 EERF Zen Studio， 所以对我很自然邀请台湾的朋友的乐手，因为特别琵琶手的庄玉凤跟平安龙先生他们认识很久以前，所以对我很自然邀请玉凤，然后而且我知道他的乐器他的音乐，所以
我选择很漂亮的冲绳的石垣岛的旅游，然后这个橘子很漂亮，鸽子很beautiful， 所以我要经写鸽子的部分，根据冲绳的民谣，我问台湾的女生的歌手王玉君，我问他写中文的歌词，之后我问台湾的女生的歌手王芳唱这个石垣岛的民谣，可是用中文国语，那个是对我很特别的曲子。Piano 先生是好像台湾的话，台湾人的话好像原住民的感觉，所以那个他们的那个野生的那个原来有的音乐的能力好厉害，所以我要进一个台湾的原住民的乐团漂流出口的贝索夫大人，我要听他和声 chorus， 然后唱歌。专辑里面一首我们问 Gutara 唱，不是中文，不是国语，不是日文。他唱歌他用阿美族的语言，这个真的很自然的那个过程。最后的部分，那那那那那那吉他，一个，那那马拉兹在吉他，Thank you。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有我自己的乐团东京中央线，东京中央线，去年发表的 Lines and Stains 一个专辑 Lines and Stains， 我们邀请台湾的saxophone player 谢明言。对我，他跟他合作真的自然，好像他是那个第四的东京中央线的乐手的感觉。所以，而且Piano先生年轻的时候，国中的时候，他也吹萨克斯风，然后他从15岁嘛，美国的 Army 基地里面，他演奏吉他。跟萨克斯那样子的爵士的乐手一起合作，所以我要请明言吹几首一起合作，这个也是对我觉得对我们对Piano先生很自然的process 这样子。チャンスガイアは伸ばすんですか？チャンスガイアちょっと伸ばす感じ、チャンスガイアシシゴアシシゴア
新進語は新進語は聞いてもらっていいですか。じゃあ、お願いします。ちょっと聞いてもらって。Thank you.